这样就不用老是在最后关头拯救你们了。阿克，我懂你。这座岛上没有熔岩，喜欢。好了，让我们看看当地人能提供什么消息。安娜，你打算怎么利用毒素？无论是什么攻击了枫叶子，如果我们能取得一点噩梦酸液，就能将它和新希望送来的毒素混合在一起。 希望这里有人能让我们了解那酸液到底是什么，以及如何得到。我们还是得找个通往蜂巢核心的方法。对，我也在为此寻找解决方案。哦，这里可以走，那里也可以走，我先去那边看一下。 难道有什么我还不知道的目的？到处逛逛罢了，姐妹。我们天蝎小队就是这样办事的。哦，是哦。来，帮我一把。天蝎小队通过这道门，帮个忙。 没想到我能看到家族的发源地。尽管祖母讲了那么多的故事和回忆，但她从没说过她离开的原因。你还有家人住在这儿吗？肯定是远房亲戚。也许我该自我介绍一下。这种重新取得联系的感觉很怪，你懂吗？像是在大半夜行军。哦，我们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的。全副武装的士兵可不是天天都能看到。 考虑到我们面临相当可怕的情况，希望他们会理解。那是音乐？听起来像一场派对，所有人一定都聚在那边的大厅。想不到更好的登场方式，就这么办吧。这门是可以开的，那你呢？ 我看一下，我这地图有没有一个地图可以让我看？我原来是走那里啊！我想知道他们用这里做什么。小工厂，这些岛屿以雕刻闻名。 桥坏了，得在附近再找条路。靠了直觉。有人吗？我们应该直接闯进去吗？放轻松，兰尼也算当地人啊。 汉娜，我一直想问你，和火车头科尔有关系吗？是的，因为每个科尔都跟奥古斯都有关。抱歉，只是好奇，没别的意思。感觉得出来你被问这个问题问到烦了。不，没关系，我喜欢我爸，我是说，没错，毕竟他是我爸。我只想说，请不要问我关于联机球的事，感觉没什么意思。<笑> 奥古斯都科尔，你知道我看过他比赛，但那不是我记得他的理由。他是传奇，卡格，真正的前线英雄。是的，你没错，吉根，这就是所有人在我父亲身上看到的。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。很多人大概想不到，火车头科尔在家里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而且还很体贴。 他对战争充满了反思，而这也让我远离了军队。他对我的期望很高，这就是我奋斗的目的，宝贝。爸爸说，受过教育的希拉里，在扭转战争局势方面，能做的要比只会开枪的步兵多。
我们刚见面时你提到了你的学位，以一个孩子来说你算是懂很多的。没错，是的，我妈总是买很多书给我，过生日送书给我，节日送书给我，我就像活在书堆里。真有趣。哦，我很喜欢，我想这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，让我别关心父亲的事。认真体育，不过还是别问我练击球的事。你怎么认识霍夫曼的？在新希望研究中心出事之后，通过父亲，霍夫曼有了这个特殊计划的想法。他拿到了新希望研究中心的毒素，但需要一位专家来处理，所以我在这里，正在研究一个拯救世界的计划。你懂得，霍夫曼已经研究这个计划很久了。我刚来的时候，他总是坐在轮椅上，朝着窗户大叫。他真的很讨厌首席部长。哦，有收藏品，太棒了。咒语，哇，可怕，连咒语都有。还有什么惊喜吗？我看一下这下面有什么东西。这有个工具箱，打不开，快到了。好了，希望这里有人愿意帮忙。啊，这取决于他们的派对会持续多久。听起来我们好像错过了，我们快过去。Oh no！ 每个人都不在了。啊，真该死。看来这已经不算外交工作了。只能关掉那该死的无线电吗？嘿，兰尼，看看这个，这些图像围绕着某种生物。你认识这种语言吗？祖母教我委莱伊语是很久以前的事，但我可以试试。这卷轴记载的是族人的苏醒之道，这正是他提到的成人礼。聆听吧，传承，恐惧潜伏着，伺机吞噬你。让它成为肩上的重担吧，但别成为它茁壮的耳石。那次旅程，我们的祖先横跨世界，让你落脚于此。他们的灵魂会引导你，照看你。那精灵会行走，它潜入阴影，与祖先一同踏上旅途。我们一族的道路将揭示你的重担，让恐惧苏醒。重生，蜕变，不被吞噬，肩上重担脱胎换骨，轻盈如羽毛。面对这个生物，哼，看起来像一只该死的大鸟。一只鸟，那些羽毛。啊？祖母会说关于瓦卡图的故事。所有的小孩都要面对一只飞行的恶魔，这就是成人礼。你该不会是指海滩那个鬼东西？对，瓦卡图不只是神话，它真实存在。就是这样，我们追踪这个瓦卡图，取得它的毒药样本。是啊，在我们搞清楚这里发生什么事之后，
我们会找到村民的。来吧，天蝎小队。估计待会要打瓦卡图，害怕。我们往村子出发吧。No， 都是村民。该怎么办？杀光凤勇族，一个都别剩。没时间闲逛了，来吧，大开杀戒！凡事多小心。这些怪物屠杀了村民，撕烂他们！说得好，兰尼。我欠你一次。这，原来是对。我没想到有王将。非常惊喜！哇，第二次。别起来了！没有狙吗？不对，我刚才拿狙的。这是我的。马克萨，安帕，电击。哎，拿错子弹了，不是拿错手雷，射死那个哨兵！哦、啊！哨兵，把他解决掉！是。太远了！哇，脸上发射器，舒服。
我们安全了。没有尸体，没有村民的迹象，他们去哪儿了？活捉人类对他们比较有用，没看到任何卵夹在这里。他们没来到别的地方呢，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。那座山脊上的神庙，我们还能救他们。走吧。你还好吗，汉娜？不是祖孙。我没事。我们会支援你。没错。谢谢伙计们。因为全境下播了，刚刚是在玩全境，然后播完了，换游戏。希望一切来得及，我们走吧。有传闻说有些人被抓走，被扔进卵夹后还能活下来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准备，因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。我不会弃他们不顾，我们去神庙吧。在找收藏品吗？对。出神兽来了！过来呀、啊！解决最后一个，这说不通。连兽族也无法在两座岛之间挖洞，这就是为什么圣所盖在帕哈努。他们怎么到韦莱伊的？快过来！哇，真的是太慢了，这些人。还有榴弹骑兵，他们走路太慢了。麦克大招，屏障增加30%。
如果还有人在这儿，他们会需要我们帮忙，动作快。看，那棵树，他们收集瓦卡图的羽毛带到这里。没有卵夹，也没有尸体，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产生影响，会让你幻听，对吧？你最好别动这玩意儿的脑筋。对，但是这香可以抵消毒素。刚到这里时，在帕哈努的仪式室也看到了同样的香，这证明我们能找到瓦卡图。但是现在，我们需要找到村民。太好了。还有一发，换这个吧。还有破片雷，破片，还有很多可以收集的，突击，马克萨，机械弓，哇，好多武器啊这里。我没想到这里这么多武器。他们可能在村子的更深处，帮帮我。天哪，差一天都晚了，一天可能发生很多事。他们死了，我们救不了他们。所以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让那些怪物付出代价。我们达成共识了，老爷们。这是哦，是他们，不懂，是我们。旺旺过来。妈的！敌人倒下了。你们这些该死的混蛋，一个都别想走。敌兵倒下了！我这辈子受的训练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受死吧！怎么发射不了？哎呀！逃啊！躲啊！告诉整个蜂巢，我们要来干掉你们了！又来了，谷仓那边。用100个同胞来换一个村民的性命，听起来如何啊？你们这些混账！他们要去谷仓。很好，这样他们就会怕了。各位，快储存弹药。该来的你们就不要想躲了。我尽力了。丢出破片手榴弹。
更糟的我都挺过了。我们会把你们每一个都找出来。就绪，好，继续走吧。我希望我没有拖慢你们。你做得很棒，很有天分。希望你爸亲眼看见。如果火车头科尔听说了这次远足，他肯定会毫不犹豫杀了霍夫曼的。Right。天哪，看我们找到什么了？银背机甲。如果他能运作，肯定能造成大量伤害。麦肯，能帮个忙吗？没问题，基根。纠正错误，夺回每一寸土地，绝对不能输，必须要打赢。猛虎兽，又是猛虎兽。
用了吗？我们安全了。哇，他不给我用。想找到幸存者，这很傻。但是，但还是希望我们能救下几个人。只有一个也好。二十发火箭筒，够完了。哎，还有火箭筒。啊，弹药吗？这里还有榴弹，榴弹也满了，六发都满了。有了，标记一下，标记。没人拉吗？太好了，不拉就算了，我们去找村民吧。啊，没办法，再远一点，我就在你后面。火箭筒带不过去。可以啊，看都带过来了。难道我卡的？他们毁了这个地方，和这里的历史，还有人民。混账蜂蛹族，我们绝对要把他们一族消灭得一干二净。我还是不懂他们怎么从帕哈努到这里的。看来找到答案了，汉娜。是熔岩馆，他们就是从这里过来的。熔岩馆吗？那他们可能想把岛屿连起来。汉娜，在你上面。哦，可恶！对，没什么难得到我的。跟着那个抓驼兽，他跑哪去了？是那个混蛋！该死，他去哪儿了？那里，这玩意儿到底想去哪儿？正在门板上顺着熔岩流而下，真平常。这太夸张了，我们到底要到哪里去？得先解决这些，才能逮到那个抓魔兽。试着瞄准那些岩石，应该能炸开他们。好，我们可以用这个。我怎么听到子怡的声音？要爆炸了！解决了！丢出破片手榴弹！敌军倒下了，掷弹兵，快解决他们！全解！加油，把这东西弄下来！告子义，又有敌人。那我们没搞错方向。我看我头，我这是。这条该死的熔岩管到底多长？啊！
多蜂蛹族，干掉他们！啊！攻击中！我倒下了！麦克看到吗？从你那去了。龙族手，发现！打倒那个兽兵精英！开始了。开个弹，弹药部署完毕。啊！搞什么？我的弹药全用光了。目标倒下。攻击！安全了，那该死的抓毒兽呢？他出现了，小心！我操！该死，他又开始移动了。跟紧了，浪费我一发。快上去，尽快，加油！等等。这个熔岩馆通向帕哈努，抓夺兽要回到圣所里的蜂巢了。那我们就必须阻止他。等一下，汉娜，我们来了。逮到一个，这混蛋！我会走错地方。完了，这他要逃跑了。解决重罪。汉娜，快跑！汉娜，去找掩护。我受伤了。哇！别唠叨了，我已经出发了，我来救你了。没事了，他们绑架了村民，带走村民，还将村民关入卵夹，村民都变了，他们也要改变我。吉根，没事了，你现在安全了。吉根，得发讯号给塔克。没问题。汉娜受伤了，我们需要担架。收到，抓紧了，我就来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回到帕哈努了，这里是蜂巢核心。哦，哇哦！蜂蛹族过来了。汉娜，压低身子。
住他们！解决了！护盾正在充能。安全了，潘娜，你说对了，被抓夺兽抓走后的确还有人活着。啊，对，故事是真的没错吧？还在吗？天心小队单战来了。对不起，我被抓了，搞砸了这一切。他上去了，塔克带他走。你活着回来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需要时间固定担架，你们还可以帮忙吗？我们可以。谢天谢地，说实话，我真不敢相信他还活着。但他确实存在。你想说什么？抓毒兽把汉娜带到蜂巢核心，而我们正好需要能更快抵达的方法。哦不，你该不会是想让他们把我们抓走？别管那么多，风涌族来了！在圣所的朋友终于找到办法加入派对了。我倒地了，一颗弹药别浪费。瞄准那个堡垒机兵。开启护盾，得充能了，破片手榴弹，防有多情，集中火力，蜂巢核心，那又怎样？本来就没人保证我们不会死在这儿。是没错，
但汉娜和她的行动科学可会是个办法。天哪，说不定有用，毕竟会被带到蜂巢核心。但我们还是得先离开这里。山脊上有蜂蛹族，还有他们一大群混账朋友，该死！要爆炸了！马克，我们需要搭个便车。等索来了，也是时候了。蜂蛹族的速度挺快的，我觉得汉娜的毒素计划还不错，只要我们有办法抓住那东西。我不确定靠我们就能搞定。同意，现在应该要求霍夫曼派一些增援过来了吧。吉根，这不是卡克的任务。什么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上帝不会有后援。霍夫曼上校是个战功彪炳的卡克老兵。没错，那想想看吧，圣所的通行代码，如果霍夫曼跟卡尔合作，他怎么会拿不到呢？你真的认为霍夫曼叛变了？这不是真的吧？不可能啊！你会加入卡尔任务吗？我是外来者，你忘了？听着，我们都知道那家伙只要能完成任务，什么都做得出。哦，可恶！这边。还有啊。如果这是合法行动，怎么会都是该死的机密啊？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根本不清楚要去哪里。麦肯，别说了。该死，就知道我们逃不了多久。别再说谎了，霍夫曼。首席部长否决了我对抗蜂蛹族的计划，说他该死的机器人能对付他们。所以，我趁着这次被迫退休的机会，发起了我自己的任务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都在进行一个未经批准的行动吗？没错。听着，我知道你的过去，遭受了很多痛苦与挣扎，但你心中还有战斗的意志，还有决心，我们正是为此而来。那可是让我们差点送命，这是事关整个星球命运的危机，士兵。我不是来拯救世界的，
风永族夺走我的儿子，他尖叫，他被拖入黑暗之中，我当时没办法保护他，没能为他战斗。我之所以加入，是要向那群杂碎讨债，也做好死在战场的准备。但我们已经来了，哼，所以就管他去死吧。我会活下去，我会为了我仅剩的家人而战。我不会袖手旁观看着更多人受苦，尤其当我能做点什么的时候。我们知道如何抵达蜂巢核心，我只需要一个样本就好。你会拿到的，而我不会让我的兄弟单打独斗。真希望我当时能在现场帮你救你儿子，现在我来了。好，那就决定了，再次潜入让人尖叫的黑暗吧。好了，天蝎小队，就是这样，找到瓦卡图，提取他的毒素，然后回来。记住，我们只需要样本。祝好运，天蝎小队。所以我们是有原因的，我们会把工作做好。你们准备好与祖先同行了吗？啊，灵魂漫步是吧？原来你有在听啊。当然有啊。又回到一开始的地方。就像我的历代祖先做的。他潜入阴影，与祖先一同踏上旅途。我们一族的道路将揭示你的重担。这是我们的路。我会下地狱的。觉醒，瓦卡图。我就活在这些东西之中，我的父母与祖母曾认为这些都是神话，其实只是故事罢了。祖母过世时我在监狱，真想让他看看现在。那不关我的事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是队友，你们俩应该要知道我搞砸了，故意无视命令。我以为我比其他人更清楚，但最终有人因我而死。是我的指挥官，他是个好人。事实是，虽然我想回去，但不知道有没有容身之处。我知道那种感受，有时候就是无路可退。我渐渐觉得这也无所谓了。我父亲过去常用木头雕刻这样的东西，他说这会保护我们免受黑暗灵魂的侵扰。这边，把手给我。你的旧工作还是机密吧？不，我可以说，我是强袭旅的一员，兽族清理的一员。清洁工？一些兽族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。
而我们负责解决他们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所以说，亚祖拉的伊姆能源反制对策是，就像人们知道的那样，战争在这里结束，但实际上这里还他们要进来，爆破兽。更多出生兽，干掉他们！已经不欢迎出生兽了，所以下士，少尉，从来没有听过关于你军机的详细说明。盔甲护卫在战场上勇猛无比，是什么阻碍了晋升呢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参战，我驻扎在雅祖拉，做些最基本的警备任务，大家都叫我们流亡黑甲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有荣耀，没有升官，也毫无目标。对不起，吉根。升官什么的我不清楚，但你在这里所作所为是有意义的，兄弟。谢了，我很感激你，麦克。哎，帮我个忙。我风涌族，攻击中！小心烟雾手榴弹，后面有猎人。交给我吧！他死了！谁来帮我？是谁把这打炸的？得超能了！快来帮帮我！救得好！神迹！看到了！信，有此一兵。他还带了宠物过来，太棒了！破壁手榴弹！哦，两个猛兽救了我一条小命，出门开个大吗？刀锋超能完毕。快救我！我来了！不够杀了他们。
消灭了。赶快通过这些门吧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谁来帮忙一下？哦，好美，这地方太美。就在那儿，那就是瓦卡图的巢穴，我很肯定。那我们没有走错。太远了吧？应该有。你知道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，我真的以为我的生命结束，认为我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。所以霍夫曼的人一来找你，你就加入了吗？是的。我也一样。刚失去了一切，你还能怎么办？手榴弹！谁来帮我一把？就是这样。办到了，我们找路到树那边去吧。残骸不会是我们带来的。各位，快储存弹药。可恶！是该死的一整架秃鹰号，有秃鹰号在帕哈努坠毁。你找到144B 了，他刚刚坠落没多久，我就抵达了加兰提。他携带着最初的敌比部队，可以带领我们冲入碉堡。能招募他们加入我们吗？值得一试。想看图什么？他们很不友善。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攻击我们？这不是卡克任务，记得吗？啊，他们一定是遵循了预设指令来保护卡克的财产。没什么难得倒我们，追踪者来袭，受伤了，我受伤了，救得好，我随时看看里面还有什么。为什么要攻击我们？这不是抗任务，记得吗？啊，他们一定是遵循了预设指令来保护卡克的财产。没什么难得倒我们。追踪者来袭，我需要帮忙。哎，帮我一把！正是我需要的。看看里面还有什么隐藏。
好了，有骑兵。攻击行为是个应受惩罚的罪行。有神枪手。我受伤了。我倒下了！该死！谁来帮我一把？被攻击！我来了！我受伤了！失去能量了。好，没事了。残骸里有什么补给品就拿什么，然后看能不能打开载货通道。这样就能开门了。了解。谢。又是迪比。太棒了，更多不友善抗机器人叛徒。恭喜中。我中弹了！开启护盾！集中火力攻击那个重型机器人！刀锋充能完毕。水充能了，守护者也来了。射穿他们的盾牌！我拿到弹药了。解决敌人了，护盾就绪，躲到我后面。请保持镇定，秩序好。又一个，看起来没错，往这走，安全了。我们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秃鹰号上的敌比。蠢机器，还用你说？风涌族攻击我的村庄时，我多希望他们来救援呢。出什么事？一场大屠杀，然后是可怕的极境。即使我离家不远，也无法阻止。我当时还不懂战斗。你尽力了，麦克，你都活到了今天。如果我带走，我就会跟大家一起死了。懦夫，你失去了孩子。这样的牺牲已经超过了所有人，我会追随你上刀山下火海。感谢，感谢你们两位。听起来下面正在进行恐怖的战斗，我们该去看看吗？各位，快储存弹药。
怎么回事？他们想把对方砸扁，我们要不要帮他们一把？开火！是祖师奶的烈气冲出那个节日闸。我被打中了，我受伤了。前进！快救我！哎，没问题。扎死了一个。正是我需要的，开启护盾。我来了。镇压中。解决敌人了。投出电击手榴弹，投出电击手榴弹。失去能量了。电击手榴弹来了。受死吧！全消灭了。这条河通往瓦卡图的桥。看那边，有艘船在等着我们。好运，没错吧？你知道的。太好了。我拿走了。可以用了。毫无疑问，这场旅程就跟下地狱没两样了。有你们的支持，我才能坚持下来。我得承认，我之前错怪你了。哎呀，我们都是。啊，我原本也对两位有些傲慢猜测。但看看现在的我们，天蝎小队拯救星球。在我们上面，把他们打穿。有爆破兽。这座岛上的风涌族都清干净。谢谢吉根。
是蜂拥出去，有两个。吓跑他们了，即使是蜂拥族一定也能认出帕哈努的神灵。你知道的，我祖母对我说的遗言是关于奋斗的，我受的苦将会定义真正的蓝泥，可能软弱，可能强大。我想知道我会成为谁。他说在生活中寻找自己，这就是内容。我觉得我会喜欢你奶奶。不管多想逃离过去，曾经做过的一切还是带我们到了这，把我们带到这座岛上，离战场108000里远。这一次我该死的要有所作为。我以为这是我证明自己的机会，向强袭旅证明，向关于指挥官的记忆证明，我的祖母记忆证明，我的人生轨迹会定义我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他把我带回了家，就在这儿，还给了我一个新的家庭。对我们来说都是。我们历尽艰险，只为寻找家乡。天蝎小队，我们应该誓死捍卫它。看来就是这里了。恐惧。瓦卡图跟我们一样想赶走蜂拥族，应该尽量留他活口来取得样本。同意。真高兴看到自然秩序恢复正常。但他可能还有其他打算。别放松警惕。射击毒气线。开始行动了。保持警惕。
出了。吞噬，肩上重担，脱胎换骨，轻盈如羽毛。全力投入了战斗，你们觉得他能活吗？可以的。今天是好日子，大家都存活下来天蝎小队，如果我失败了，我要你知道，都是你的错，我做鬼都不放过你。霍尔少校，感觉如何？让我的焦虑感见过去吧，等着瞧吧，这一次我才是惊喜。我们另一边再见吧。